大家好，这里是爱问爱答。入住酒店的时候最抢眼的就是那张软绵绵的大床了，然而除了枕头被子外，有些酒店还会在床尾铺一条长条状的布。那么这条神秘的布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啊，这条布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那就是床旗，也有些人把它叫做床尾巾。乍看之下，床尾巾比被子小得多，可却有大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酒店房间的床上用品颜色一般都是白色的，非常单调，如果铺上一条图案精致颜色鲜艳的床尾巾的话，床铺立马就会显得美观气派，所以很多酒店为了拉高逼格就会铺上一条床尾巾。除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外，床尾巾还能御寒，比如说有些小伙伴睡觉时喜欢踢被子，而有了床尾巾的话就可以稍微约束一下小伙伴踢被子的行为，不仅能避免半夜着凉，还能防止床尾巾掉落在地上之后变脏。不过啊，要是遇上那些超级踢被狂的话估计也没啥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床尾巾还能起到保护床上用品不被弄脏的作用。这是因为很多小伙伴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都会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床上，这样的话白色的床单就很容易变脏。还有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待在床上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在床上吃东西的时候食物残渣会掉在被子上，或者是两人玩开车游戏时就会把某些东西掉在被子上。然而床尾巾这种特殊的存在不但能完美避开这种尴尬，而且连服务员也能眼不见为净了。不过在我国配置床尾巾只是豪华酒店的特色，一些中低端酒店一般都没有配这个东西哦，所以想要体验一番床尾巾神秘作用的小伙伴自己看着办吧。好了，今天的问答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想问的问题想知道的答案，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